晋唐荣，愿寻求上主的人乐满心中，请众寻求上主和他的德能，要时常不断追随他的仪容。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各位弟兄姊妹，我哋嚟到上年期嘅第30主日，下个礼拜咧就已经，下个周末啦，就已经踏入去11月年龄月啦。咁喺个10月亦都系嚟到咧个尾声啊，我哋嚟呢最后一个星期嘅呢一个嘅玫瑰月。我哋多谢天主咧，俾呢个月份里边咧，喺希望我哋即系有机会咧去加紧去默想呢个玫瑰经里边嘅奥迹。陪同圣母咧喺呢度去走近耶稣，但系如果仲系好似冇乜点喺呢边增进嘅，唔紧要啊，仲有最后一个星期啊，仲有嚟紧呢7天，最后一个星期咧，去捉紧住同圣母一齐咧去望实耶稣。我哋基督徒生活咧系好需要有呢个敬礼嘅敬礼嘅滋润啦，有呢、這个同天上圣人特别我哋嘅母亲咧。环绕住耶稣去巩固这个关系，因为永恒的生活就是在天堂上跟他们永远这样在一起的，我们不会去到天堂突然之间会做到这件事，如果我们现在不愿意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培养，那我们就可以准备入天堂去庆祝这件事。那一周的第一天，一天的开始，我们祈求新的恩宠去帮我们去这个礼拜我们更加是仿效追随耶稣的榜样，让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过，诚心地准备自己进入这个弥撒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同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完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天主在天撒光，永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献扬你，感谢你。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除免世罪者，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者，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坐在圣父之右，借求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你和圣神同向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增强我们的信德、望德和爱德，使我们爱慕你的诫命，获得你所应许的救恩。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攻读出谷记。上主这样说，
对外侨，你们不要苛待和压迫，因为你们也曾侨居埃及。对任何孤儿寡妇不可苛待，若是苛待了一个，他若向我呼求，我必俯听，必要发怒，用刀杀死你们。这样你们的妻子也要成为寡妇，你们的儿子也要成为孤儿。如果你借钱给我的一个百姓，即你中间的一个穷人，你对他不可像放债的人向他索取利息。如果是你拿了人的外仓作抵押，日落以前应归还他，因为这是他唯一的铺盖，是他盖身的外仓。如果没有这外仓，他怎能睡觉呢？他如果向我呼号，我必俯听，因为我是仁慈的。上主的话，感谢天主。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上主，你是我的磐石，我的保障，我的避难所。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你是我的天主，我一心依靠的磐石。你是我的护盾，我救恩的力量，我的堡垒。我一呼求应受重用的上主，他就把我从仇敌的手中救出。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上主万岁，我的磐石应受赞颂，救我的天主应受尊崇。你使你的君王大获胜利，对你的受苦者，你广施仁爱慈惠。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攻读圣保禄中途至德撒洛尼人前书。弟兄姊妹们，正如你们知道，我们为了你们在你们中间是怎样为人。你们虽然在许多苦难中，却怀着圣神的喜乐，接受了圣道，成为效法我们及效法主的人，甚至成为马其顿和阿哈亚忠信者的模范。因为主的圣道由你们那里不仅声闻于马其顿和阿哈亚，而且你们对天主的信仰也传遍了各地。以致不需要我们再说什么，因为有他们传述我们的事，说我们怎样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怎样离开偶像归依了天主，为侍奉永生的真天主，并期待他从死者中复活的圣子至天降下，就是他的圣子耶稣，拯救我们脱免将要来临的震怒。上主的话，感谢天主。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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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主说：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共读圣马窦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法利赛人听说耶稣使撒杜赛人闭口无言，就聚集在一起。他们中有一个法学士去试探耶稣，问耶稣说：师父，法律中哪条诫命是最大的？
耶稣对他说：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是最大也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与此相似，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上主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哦，咁福音其实都好简单直接啦，大家都好熟啦呢两条诫命啊。我哋睇呢两条诫命嘅时候咧，应该唔会有当时嘅人咧咁震惊啊，因为某程度上。我哋同佢哋都一样啦，都即系听过嘅呢两条诫命。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啊，全部啊，全心全意全力，意思即系点啊？完完全全由内至外咧，将天主摆喺第一位。啊，咁我哋系知嘅，做唔做到系另外一样嘢，记唔记得系另外一样嘢啊？以唔以为自己嗰样嘢同呢样嘢有关又系另外一样嘢啊？咁但系好有理啊，跟住爱人如己。爱别人如自己一样，咁、这个都好合理。系咪话新咧？唔系新嘅。啊，呢、这个系好清楚喺出谷记嘅时候咧，梅瑟喺天主嗰度领翻嚟嘅。啊，天主好清楚同佢讲：我是唯一的、唯一嘅天主，你要爱我唯一得一个天主，全心全意全力全意全力啊，全部啊，由内至外每一个层面摆落第一，跟住爱你嘅邻人如你自己。咁咧就產生咗兩個嘅主要嘅問題。第一個就係點樣由內至外去愛天主咧？第二個就係誰是我嘅鄰人？咁呢個喺福音裏面咧，唔喺馬豆福音啊，但係喺路加福音裏面咧講得清楚少少。喺路加福音嘅版本裏面咧，嗰、那個法學士就即刻問耶穌：咁誰是我嘅鄰人啊？咁啊，咁呢個咧就產生咗耶穌講呢個好出名嘅比喻，就係呢、這個善嘅撒瑪利亞人啊 ，the good Samaritan 咧，就係因為咁樣講出嚟。咁呢度暫時各自唔講呢樣嘢字，但係我想睇一睇當時佢哋嘅震撼程度。要知道咧，呢個法學士啊、法利賽人啊嗰陣時咧，佢哋唔係好似我哋咁知道舊約啊，舊約有十戒。我哋天主教嘅教導咧，通常都係講舊約啊有十戒咁。我哋知道其他嘅戒條，但我哋最熟悉就有十戒，因為我哋保存咗十戒，甚至我哋昇華咗十戒，將十戒咧變成咗天主教嘅核心嘅道德嘅指標當中咧，亦都將佢擴展咗每一戒裏邊咧，係究竟講緊啲乜嘢啊？同我哋罪根啊、罪性啊、點樣克服啊、同征服八端嘅關係啊，好多呢啲嘢咧啊，好多二千年嚟咧，好多嘅聖人咧，將佢變得好全面嘅一個唔單止係道德上，甚至係靈修上嘅一個教導。咁但係佢哋當時咧，淨係睇舊約，佢哋係手足舊約嘅戒條。舊約嘅戒條喺呢、這個，如果你數曬呢一個出谷記啊、勒未記啊，同埋呢一個申命記裏邊咧，我哋講緊300多條戒，300多條戒命。咁但係唔單止係咁喎，到佢哋亡咗國啦，遷徙去巴比倫啦。咁佢哋咧喺一個喺道德上咧，有一個嘅走向咧，就係話啊，我哋係冇遵守到法律，咁所以慢慢咧就開始有一批人咧就走向呢個法律上嘅一個purifying， 即係變得越嚟越全純嘅法律啊嘅要係完全執拗地咧去將法律裏邊嘅一絲一毫咧都要守到足，咁咧所以佢就開始去增加啦。將法律啊，將一啲嘅禮節啊，禮節上嘅法律啊，特別係點樣去潔淨自己啊，將一啲少少微小觸碰到覺得呢個法律可能有關嘅嘢咧，就將佢加到點咧？加到600多條，咁啊冇人守得曬啊，冇可能啊！咁法利賽人自己都未必可以搞得清咁多條咁多嘢，所以就要當中仲要有法學士啊，好多嘅學習咧，要讀好多好多好多嘅書啊。又懂得去解說，解咗都未必做到啊！所以耶穌會話：聽我哋教，但係唔好跟佢哋做，因為佢哋自己都唔做。
同埋變成咗好容易，你越識得越多咧，變咗知識化咗，成個法律咧就變咗生活上咧就喪失咗原本個核心啦。點解會有十戒啊？唔係因為要我哋守足，而係十戒戒條係要幫我哋點啊？幫我哋肖似天主，而天主嘅本性係慈悲憐憫，緩於法怒，富於慈愛。所以呢个法学士问耶稣咧，系想考佢六百几条，你讲边条？耶稣谂都唔谂，就系话你要爱上主天主，唯一天主，全心全意全力爱佢在万有之上。第二系爱人如己。佢话所有嘅法律同埋先知，即系嗰六百几条或者唔知几多千条，你自己再加上去，都系系于呢度。因为所有都系讲要做啲乜嘢。唔系唔做啲乜嘢，留意耶稣将佢重点唔系摆咗喺唔好做呢啲嘢 ，thou shall not 啊，唔准做呢样嘢，而系话该做啲乜嘢。我觉得要话法律咧，你要写出法律，点解要话唔俾你做呢样嘢？因为所有法律都系做呢样嘢就会罚呢样嘢。法律就系有惩戒性，有惩戒性。咁你冇可能叫人哋以做啲乜嘢去厘定佢要点样被罚或者被赏，好困难。因为要做啲咩咧，就冇乜限制嘅，做好嘅冇乜限制。但系唔准做嘅嘢咧，个底线就比较容易。所以点解会有法律啦？就系你永远讲唔晒唔准做啲乜嘢。小朋友都知噶，嗱唔好玩火啊。哦，咁我唔玩火，我行近啲都唔得啊？行到几近定唔得啊？阿妈话：，唔得，你褪后三步咁。但系哥哥前我两步，你都唔闹佢咁。即系我哋会识得找呢个法律啦。但系爱咧，正系个真谛，即系个核心。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系咩意思啊？系咪话乜都唔做，净系祈祷啊？最核心其实系就系我哋爱天主多啲。定系爱犯罪多啲，爱自己多啲，自己想要嘅多啲，定系去寻求天主？你今日有咩旨意俾我？我点样去将你想做到嘅嘢，想喺我透过我身上成就嘅事，可以更加慷慨地去回应啊？原来我哋系唔会自自然咁做嘅。连我哋要想呢样嘢，做呢样嘢，我哋都要天主嘅恩宠，我哋要去求呢个恩宠。天主，我想知道你嘅旨意，你俾呢个恩赐我。天主，你话俾我知之后，你俾力量我去做啊，安排个机会俾我去回应啊。天主，如果我见到身边有人有需要，我感应到系你想要我帮佢，你唔好俾我迟疑啊。你教导我和善咧，唔好因为佢个样或者佢嘅气味而反感啊！天主，你要帮我去关心嗰啲我最唔愿意去关心，但系佢哋又真系好有需要嘅人。可能呢个人系好烦嘅，或者呢个人会打我，会误解我嘅。但系其实我都知道佢因为有病，佢因为好唔开心。如果我都唔理佢，佢咪更加绝望。天主的旨意很实在的，不是很虚幻，不是丢下什么都不做，躲在圣堂，躲在自己的房间鬼祟祈祷全日，那就叫做做紧天主的爱紧天主在万有之上。爱人如己，有没有限制呢？我们怎样去知道呢？又是在不断地祈求，去推敲，去跟天主对话，在跟人家的生活一起去关怀聆听的时候，寻找天主在这里做什么？我似乎有没有空间给我做多一点点？有些我们知道，我们帮这个人， 我只能帮到他这么多，因为我知道我再帮其实害他，我根本帮不到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帮他这件事。那么又自知之明，那我有谁可以帮到他呢？他有病，我不是医生，我不可以做到很多事。我顶多跟他祈祷，
佢可能有好多埋怨要呻嘅嘢，我其實只得個得個聽字，啊冇得同佢拗，冇得同佢去解決嘅，只係得個聽字。我哋有自知之明，最終可以幫到佢嘅，可能有其他技術嘅人員可以幫到佢某一啲嘅嘢，可能有啲醫生，有啲其他嘅人，但係我喺度係要愛佢、關懷佢，俾佢知道我聽到嘅。我哋有時我哋愛人如己，可能係就係嗰一刻就同佢講啊。即係我對手推人就係揾神父，咁神父其實都解決唔到好多嘢。但係神父好多時了解到有啲人係孤獨啊，有啲人係只不過想呻啊，有啲人覺得好被好冤屈啊，有啲人覺得好似冇人了解佢啊，有啲人其實係好想得到某啲嘅恩寵。咁神父好了解，咁所以好多時就係，我明嘅，我聽到，我哋一齊祈禱，俾佢祝福佢。咁我哋有时做唔到嘅，我哋俾佢祝福佢，然后再自己献上祈祷、克己、斋戒。如果做到嘅，同埋知道我哋有能力嘅、有才华嘅、有一天主特别嘅神恩嘅，好多时我哋做呢一方面嘅时候，仲有好起劲嘅，我哋就更加要发展佢，唔好匿埋。识得有啲人系好识得去搞一啲节目嘅，咁啊，神父拍佢膊头，喂，帮手教会搞嘢，哦，神父好忙啊，唔好浪费咗你嘅恩赐。如果你有咁嘅能力，有咁嘅空间，你时间又可以嘅，做啊，做多啲啊，因为你系有特别嘅恩赐，特别结到果实噶嘛。每个人都有啲嘢系特别容易结果实嘅，呢个系天主俾你嘅主打嚟噶。天主俾你嘅强项嚟嘅，要揾机会，特别喺教会、喺信仰团体、喺服务最有需要嘅人嘅范畴里边咧，尽量去使用。爱人如己，天主好多时已经写晒出嚟嘅，边啲地方你系特别得嘅，唔得嘅尽咗我哋嘅责任吓，唔好瞓身落去。如果除非天主真系摆呢个人成日喺做，OK，我真系做唔到啊！天主，但系你成日摆呢个人喺度，你好似同我讲紧啲嘢，咁我做啦。咁但系如果有得拣嘅话，拣你结果实嘅地方，摆多啲心思落去啊，贡献多少少啊。我哋每个人，天主都俾咗我哋时间、才华同埋资源全部我哋俾咗我哋，都系俾有需要嘅人。我自身真系合理嘅需要，别人合理嘅需要，好平等嘅天主，每个人都有嘅，系互补长短嘅。如果我有嘅时间、才华同埋资源，我自私地去捉住咧，咁呢个身体就唔平衡。我哋一个奥体里边系要互相补足，我哋要了解到别人。如果我能够有个关怀嘅心嘅，特别系人哋见到佢哋唔开心，我哋会心酸嘅，我哋会想，哎呀，我好想去帮佢好啲嘅，唔好吝啬你嘅时间。如果我系特别叻去帮嗰啲穷困冇嘢，去帮佢安排好多嘢嘅，帮佢整靓间屋嘅，唔好吝啬你嘅时间才华。如果我有钱嘅，我可能唔系好叻做嘢，但系我好识搵钱嘅。唔好吝啬你嘅金钱。如果好识去将一啲好复杂嘅嘢变得好容易做嘅，行政上系好叻嘅，唔好吝啬你嘅财力才华。让我哋真系具体地每一天问天主，实质上天主你已经摆咗呢啲人事物喺我哋身边，我哋点样？喺当中成为祝福嘅渠道，要贴地嘅。我哋可以求，可以祈祷，但系要带到去咁我实质嘅生活里边，点样安排我所有嘅时间、才华、同埋金钱资源，去造就到实质地造就到别人。到到我哋面见天主嘅时候，天主会问我哋：我俾你嘅塔篮通，即系我哋嘅时间，我哋嘅才华。我哋嘅资源，我点用到？有冇摆天主嘅旨意第一？
有冇将天主嘅旨意连带喺已经安排咗我哋经历紧嘅人事物当中？然后喺当中有冇留意天主点样去结果实，而系将我哋嘅投资啊，尽力去配合，去摆落去，让我哋今天再一次加强我哋对天主呢个正面嘅邀请回应。我哋一起宣认我哋嘅信仰。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圣同体，万物是藉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的肉躯，以圣为人。他在搬着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在，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地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世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父与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钦崇，同享光荣。他曾藉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死罪的圣洗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祈祷。我哋为我哋每一位基督徒祈祷，能够可以每天学习真心嘅，真心越发真心地由内至外去追求天主嘅旨意，渴求去启示佢今天俾我哋嘅安排，而用心积极地回应配合，好让呢个世界能够更有效地与主相遇。我哋同声祈祷，求主苦听我们，为这两日参加这个拥抱自由的弟兄姊妹，愿他们能够在圣神内经历到天主的洁净，能够可以回应天主的邀请，去弃绝一切内在不属于天主 的事情，能够可以让天主给他们的身份作为天主的子女，给他们的使命作为福传者，喜乐的福传者能够绽放出来。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苦听我们，为那些尚未认识主基督的人，特别是因为种种的原因而觉得圣经啊、真理啊、教会呢其实是去攻击他啊、压迫他啊，这样有个误解，或者可能对教会里面某些人士，尤其是神长的经历呢，觉得他们被排斥，觉得是被他们侵犯或者攻击，或者甚至真的实质上有一些很不好的经验，甚至是因为某人的罪而伤害了他们，或者种种当中有仇恨、有愤怒、有种种的负面的思想呢，是拒绝甚至诅咒这个信仰。我们特别是祈求他们让天主去医治他们内心的痛苦，医治他们的创伤，帮助他们去经历真实的天主，并不是他们经历的痛苦的经历，这样而是一个爱他们、要治愈他们、要释放他们的天主。求主拆毁这些种种的束缚围墙，去救助他们，去能够经历天主那份的平安。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苦听我们，为种种我们经历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社会当中的关系的撕裂、矛盾、愤怒、敌对、仇恨、恐惧、绝望、无助，
好多時我哋面對種種嘅分裂，特別係教會裏邊團體裏邊嘅分裂，我哋覺得好似冇出路。但係我哋知道天主係奇蹟嘅天主，天主係能治愈所有人嘅天主。我哋喺度呼求天主盡快設法軟化我哋嘅心，啟示我哋自己想唔到、諗唔到、不可思議嘅途徑，教導我哋能夠與你合作。願你嘅聖神可以將呢啲分化四散嘅，能夠再一次團結一切。我哋同聲祈禱，求主苦聽我們，為今呢個大時代裏邊好多嘅衝擊啊，負面嘅衝擊越嚟越反基督精神嘅思想，特別喺對生命嘅睇法，呢個死亡嘅文化、墮胎安樂死，對性別分配嘅睇法，好多嘅越嚟越大嘅濫交色情嘅事，同性戀LGBT 嘅曲解，對人嘅身份嘅曲解，婚姻嘅曲解，夫婦關係嘅曲解，家庭生活嘅曲解，好多對呢個教育方面嘅曲解，我哋好似束手無策，我哋祈求天主嘅光，特別係照耀嗰啲陷於呢啲嘅思想嘅人，支持呢啲思想嘅人，願天主轉化佢哋，拯救佢哋，我哋同聲祈禱，求主苦定我們。為今天嘅疫症嘅需要，求天主能夠可以扭轉疫情，終結呢一個嘅疫症，盡快讓我哋能夠可以揾到疫苗同埋醫藥，為病人得痊癒，為臨終者能夠依附基督，為亡者能夠得天堂，佢哋嘅家人得到慰藉同埋希望，前線人員種種嘅力量同埋保護，我哋同聲祈禱，求主苦聽我們。仲有好多藏於心裏面，我哋種種嘅呼求，我哋都擺喺祭台前，求主收納。人者天父，請收納我哋嘅禱聲，助佑我哋能夠再有新嘅力量，你嘅恩賜可以喺呢一個星期裏面全心全意全力咁樣回應你嘅召叫。以上所求係靠主耶穌基督之名，阿門。上主萬有的天主，你賜給我們食糧，我們讚美你，我們將大地和人力勞苦的果實麥面餅呈獻給你，使成為我們的生命之糧。上主萬有的天主，你賜給我們飲品，我們讚美你，我們將葡萄樹和人力勞苦的果實葡萄酒呈獻給你，使成為我們的精神飲品。各位弟兄姊妹，請大家祈禱，望全能的天主聖父收納我和你們共同奉獻的聖祭。上主，求你垂顧我們向你奉獻的禮品，使我們所履行的職務能預顯你的光榮。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阿門。願主與你們同在，請舉心向上，請眾感謝主，我們的天主。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有助我們獲得救恩。我們在你內生活、行動和存在，我們生活在此塵世，不但每日體驗你慈愛的效果，並且要獲得永生的保證。我們已把握著聖神的初果，就是你藉著聖神使耶穌從死者中復活，帶給我們確切的希望，
坚信如月奥迹必会永远在我们身上完成。为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赞颂你，欢跃庆贺你，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所创造的万物，你当赞美你，因为你藉着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圣神的德能养育圣化万物，又不断为你召集子民，好能时时处处向你呈上纯洁的祭献。上主，所以我们恳求你，藉着圣神圣化我们献给你的这些礼品，使成为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我们遵照他的命令举行这项奥迹。他在被出卖的那个晚上，拿起面饼，感谢赞颂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感谢赞颂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迹，救世的恩主，你藉着苦难及复活，恢复了我们的自由，求你拯救我们。上主，因此我们纪念你的圣子为救世人所受的苦难和他光荣的复活升天，并期待他再度来临，以感恩的心情献上这具有生命的圣祭。请垂顾你教会的奉献，并接受这赎罪的牺牲。求你使我们藉你圣子的圣体圣血得到滋养，并充满他的圣神，在基督内成为一心一体。愿圣神使我们成为你永恒的祭品，得与你拣选的人首先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他的正配圣约瑟，你的圣宗徒及光荣的殉道者，以及全体圣人共同继承天国的产业。我们靠他们的转求，不断地获得助佑。上主，但愿这与你修好之祭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得救，并使旅途中的教会、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多默辅助他的主教、所有主教圣职人员以及你所救赎的全体子民，在信德和爱德中坚定不移。你既愿这大家庭设立在你台前，求你也抚允全家的愿望。仁慈的圣父，求你使散居各处的子女和你团聚。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已亡的亲友和所有在你宠爱中去世的人，恩准他们进入天国。我们也希望将来在天国永远同他们共享你的光荣。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因为你藉着他赐给世界一切美善。全能天主父，愿一切崇敬和荣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并在圣神的团结中，
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门，阿门，阿门。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领主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交出了自己，献于天主，作为馨香的供物和祭品。神领圣体经，我的耶稣，我真心全信你在圣体圣事内，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的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请赏我至少神领你的恩典吧。我拥抱你，完全与你结合，像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别让我再与你分离吧。
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恳求你使圣体圣事所蕴藏的恩宠在我们身上发挥力量，并使我们获得所领圣事的实效。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你们去传扬福音吧，感谢天主。向圣尼厄尔总领天使祷文。圣尼厄尔总领天使在战争的日子里保卫我们，免我们陷入魔鬼邪恶的阴谋和奸诈的陷阱中。我们谦卑地祈求，但愿上主谴责他。上天万军的统帅，求你因上主的威能，把徘徊人间、引诱人灵、使其丧亡的撒旦及其他邪灵抛下地狱里去。阿们。我们一起献上这个慈悲串经，为今天最有需要的灵魂，最需要医治的灵魂，需要释放的灵魂，我们特别是献上祈祷，为今天临终的，在疫症下临终的灵魂，还有过往一天离世的灵魂，愿天主洗净他们，愿天主召唤他们去到天国。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他的唯一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圣神降人，由童贞玛利亚诞生，就搬着比拉多时亡灵，他被钉十字架，死而埋葬，他下降阴府，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他升了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他要从那里降来审判生者死者。我信圣神圣而公教会，主圣的相通，罪恶的赦免，肉身的复活，永恒的生命。阿们。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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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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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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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阿爸，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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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阿爸，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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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